黄浩然同李思华为新剧《法证先锋四》宣传，提到呢套剧将会系金牌监制梅小清嘅告别作，大家都好唔舍得啊！其实我同摄影姐都合作咗两部剧啦，咁当然系唔舍得啦。一个咁好嘅前辈，一个咁出色嘅制作人，咁但系又谂嘅，其实虽然好可惜，咁但系小清姐自己个身体紧要啦，咁都知道其实。佢一拍劇期間，其實佢身體都可能有啲唔舒服啊，因為太搏命嘅關係，咁都希望佢可以好好唞下啦，好好休息一下先啦。我都覺得放我哋即係演娛樂圈係一個損失嚟嘅，因為佢真係一個好好嘅監製，亦都好高質素啦，啲嘢好高要求啦。咁所以我都同佢合作過好多套劇啦。咁今次可以能夠參與佢嘅退休之作啦，我覺得係好好榮幸嘅，好感恩嘅。同時間雖然好唔捨得，但係都係嗰句啦，希望佢身體健康啦。思華就嚟生日，劇組呢日就一齊唱生日歌同佢慶祝。四哥仲做代表送上鮮花，不過思華就話唔會點慶祝啦，但係就會有一份驚喜送俾大家喎。是啊，听日我会推出我的新歌。恭喜恭喜恭喜。我一讲起这件事我就觉得很好笑。乐坛的新人。乐坛新人啊，李思华是啊。听日就有一首歌是我和海仔合作的， 一起合唱的，也都是伍乐成 的作品。两个即伍乐成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啦，所以很庆幸第一首歌可以和他合作。也都是我的第一次啦，所以希望大家会留意和支持一下啦。